我在思考人生。你在思考啊，就是认真思考。因为你说会放到那个头像，这样子有点。没有画画天分怎么办？我妈没有生这个基因给我。我妈没有生这个基因给我。你就画一台车呗，对不对？多可爱！那跟我没有关系，就只有姓名有关系。也只有是姓车的。真的吗？对。现在开始到达十五分钟。我不知道要画什么东西。那我先开个笔。我刚不是还几分？这不是？加油加油！冲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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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冲呀冲呀冲！哎冲！就是我画一个猪，加了那些小小的什么东西。就是我本来想画一点，就是有类似涂鸦的感觉，结果有点来不及。只剩一分钟，我就随便画一点，就是最幼稚的那种图案，就想说，一些小小的童趣这样子，还挺可爱的吧。我这个是极简风，就是一个毛笔画字的一个代表作。我姓很比较特别，然后就画了一台车，然后里面就是星星，就是一个追星的男孩。爱奇艺，悦享品质。